新闻最后一条来关心体育方面的消息。原营医疗体系和园林市体育会乌龟委员会第二年举办原营杯全国乌球锦标赛，拜六拜二两天分别伫个园林的西区乌球场以及中潭运动中心举办赛事。这场比赛总共吸引超过700位选手参赛，主办单位希望比赛会当促进全国选手的交流，带动全民运动的风气。第二届原营杯全国羽球锦标赛吸引74支队伍，超过700位选手报名参加，其中有选手及球友也报名参赛。原营医疗体系副医长尹云国讲，羽球即马已经是全民运动，希望这场比赛予全国各地选手一个交流的机会，带动全民运动风气，养成固定的运动习惯，予身体更加健康。在过去的年代里面，我们常听过。全民运动、全民国防，然后全民健康，才有一个富强的一个国家。我想说，借着这个运动呢，我们也希望能够有这个全民来参加参与。所以，我们总院长很希望借着这个活动，然后把所有全国的热爱运动的选手能够聚集在这边。我们也希望呢，借着这个活动来促进所有我们全国的选手的一个互相的交易跟活动，也带动所有全民的风气。好，谢谢。专工来参加比赛开幕式，嘛颁发奖金给选手的馆长王惠美表示，真感谢原营医疗体系，唔仅照顾国民健康，佫较大力赞助羽球比赛，予全国各地羽球歌手组织做伙以球会友。特别谢谢我们圆融体系啊，那在这一次的这个羽毛球赛啊，大力赞助哦，让呢我们很多的这个国内外的高手啊，都能够在这边齐聚一堂哦，那夺得好的一个佳绩。那县政府呢，每年大概会有7000-8000万的预算是用在我们的运动的设施运动的这个部分哦。那特别呢，这段时间来也有大概有9亿的经费在一些场馆上面的一个这设置。那再就希望我们能够达到全民运动的一个功效。虽然这届赛事举办都好拄着疫情高峰，但是无受到疫情影响，而且这顶一届已经拍出名号，报名短短几工就赢完，嘛借由比赛颁发奖金，予咱县内的优秀选手肯定因的努力。大众新闻，中山观林采访报道。